从去年年中买到今年四月，一直是300元一季，那你就可以看到现在100块都有赚了。那我们买这么久买300块，这些人不是都变暴发户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利润已经都到哪里了。那我们当然知道今年的快筛大概从三月底四月初那时候、哦、大家都开始在抢快筛剂了。好、哦、那四月初尤其很多单位都规定要快筛的。那时候、哦、就是、哦、所有快筛大家各显本事、哦、然后跟民进党政府怎么去疏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哦、今天的快筛哦、已经是多少人在花国难财。那这些人、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哦、就是他们跟民进党政府的关系非常好、哦、那只要有人去、哦、讲一下就很容易 就过关了。所以我们也发现、哦、当前一阵子在讲、哦、EU、哦、跟大新，那这个案子为什么到后来大家才发现说原来快筛有这么大的问题，原来是国民党高雄市议会有个议员、啊他来执行说这家大新怎么这么厉害，好、哦，获得 EUA 8天，我们高雄市政府马上下单，马上让他标到，哦，就我们今天写好标单，他第二天就标到，这家怎么这么厉害？那拿到我们高雄市政府的9500万元的，好、哦、的筛剂，买100万剂嘛，哈、哦，那怎么这么厉害？那高雄市政府说，哎呀，我们会查会怎么样？哦，那议员要资料都要不到。好、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些事情一闹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执行大概是礼拜四还礼拜五，嗯，礼拜天这家公司马上被收手，然后相关人士就压起来了，所以你也问不到了，然后大家才开始去关注大新这家公司，哦，原来有这样的背景。那当然，哦，他这个背景最主要压起来是黄南靖嘛，黄南靖最主要他就是 EU 公司的执行长。那他跟邵博士合作，哦、在帮 EU 做很多的、哦，就是我帮你申请，哦、我就负责申请了。那你公司送哪些资料来？那 EU 后来发现了，哎、欸，原来我买的这个福乐的快筛号称是美国的，原来是中国大陆制的。那他后来也发现了，美国公司曾经发了2次新闻稿，说我们的产品有一些有时候不稳定，筛不出来。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筛不出来的人，他觉得他很安全啊。对。他到各个场所去公然的去散播，他自己也毫不知情啊。那对整个防疫来讲是大破口，所以他要求他行文，好给卫福部要求撤掉他们的 EUA。可是，在他撤掉之前，黄南靖已经跑去这一家好做墨水夹的印表机的这家公司大新去当执行长了。那他也把邵博士好请邵博士帮他申请了。同样的互乐，然后开始就进口了，所以中间的关键其实很大的问题都在食药署。为什么某些人、哦、他可以进来就这么容易这么快，而且他也不是做本行的，为什么这么容易？所以我们在讲、哦、整个大家在讨论快筛剂的弊案就从这里开始了。我刚为什么要交代这个，因为这个就会比较清楚的、哦、知道整个轮廓。那全台湾申请快筛剂的326家，好、哦，那有33家，嗯，获得了35份的 EUA， 好、哦，也有人申请2家嘛。那这时候国内都很抢手，可是其实从去年大家就一直在申请，又知道这东西早晚会变成一个常态，嗯，很多公司会要求你快筛你才能进来，哦，那看了这個情况，知道说这个很有利润嘛，因为利润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我就是老老实实买了300块，而且还算我便宜啊！我又一盒5剂嘛，董哥1500哈，本来是1700哦，算你1500，所以我还获得优惠啊。那别人买的可能就300多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利润不得了。现在卖100块还是有利润，那当然200块哦，到底有多少人在分，我们就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了。有没有官员在分？有没有立委在分？哦、那厂商从里面为什么这利润可以高到这样？因为我们照寻常的方式来讲，你卖个东西拿个2-3成、4-5成的利润都合理，怎么会拿到300%呢？嗯，这个不合理嘛。对。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它的空间有这么大，然后大家竞相、哦、透过关系去获得了 EUA， 当这 EUA 获得以后，
然后哦，你就从容的进来，进来的品质就不敢保证。那这一次当然整个哦，大家看到了被所有的厂商啊，因为很多没有得标了，他也很纳闷，我们进来这品质不会比别人差，同样不是美国的就是欧盟的，人家国家的核准了，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核准？但是我们的官员很厉害，他不会告诉你不核准，要你补件，你补件就补一年多了，别人的产品都上市了，对，所以他的关键就我也不要卡死你，我叫你补件，补件了以后又再补件，那没有人可以讲他，没有人可以骂官员，因为我是为了安全呐、啊，我是为了国人的健康，我请他补件，那、啊、你一直补，别人就不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哈、哦、好处或者可以想象的空间太多了。所以为什么国民党会算出说，哇，你保守获利大概有140亿，那当然这个算法还要再更精准一点。但是你们如果照他所讲的33家获利140亿的话，那不得了，一家大概快4亿吧。好、哦，所以有多少的这样的想象空间？那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我就觉得说这个利润太大了，全台湾没有一样东西，不到100块的东西可以卖300块，没有，没有这个比例的哦。我看这个简直是哦，借机发国难财，在敲诈一般老百姓嘛。那政府是一个帮凶，因为你没有把关啊。而且现在国际上这些医疗的东西资讯都是公开的哦，就是譬如说一剂疫苗在哪里买是多少钱，嗯、对啊、哦，这些都是公开的，这网络搜寻都搜寻得到。一剂快筛卖多少钱？就像高嘉瑜所想的，德国就30块啊。那就上网或者我们都会有国外的朋友问一下就知道啊。没错。那只有我们台湾很多东西是隐秘的。我们台湾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不知道我们买一剂疫苗是多少钱的，说这是最这是机密，立法委员去要不到，记者问不到，然后全台湾甘之如饴啊，就是让那些人每个人自己在那边讲随便的数字。现在只有媒体铺路了，高端一剂是买881块，其他的价格都没有人会知道。对，那我们不是应该所有东西都应该是透明吗？不透明就有上下其手的空间。那这就是民进党政府，当我们很认真的在配合疫情，那他们呢很认真的在捞钱、捞钱、捞钱。这个政府让人不齿，就在这里。你买雾化器呢，会送你水神。那么家里面哈，8坪以上的、5到6坪的，或是小坪数，都有不同的选择。它的雾化时间大概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不等。怎么买？快点购 QR code 扫一下，记得哦，帮我输入 CTI 285，这是我们辣晚报的团队代码。